人我会安然无恙地交到皇上手中，但必是拿到诏书之后。李公公，诏书。多谢皇上，请皇上稍等。若涵，这般被一个男人担心，想来那个许碧轩应该是幸福的吧。七年了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可知我找你找的好苦吗？到你出场了，许碧轩，好名字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可愿意跟我回西域？我很奇怪，你们把我交给了傲天，换来的是什么？看那小子似乎很在意你呢，开心了吧？你的价值比我想象的要高出许多倍。五座城池，只是五座城池可以换回雪渊的重生吗？可以换回桂嬷嬷的生命吗？可以换回我七年来所承受的屈辱吗？果然是郎情妾意呀、啊。怎么看着他为你丢了五座城池心疼了？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我们至少也救过你的命啊，你这么毁了诏书，对我可不公平哟。这个女人很有意思。硕涵，人呢？皇上，奴婢许碧轩私自离宫，罪干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平身。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七年了，我找了他整整七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与他错过了七年前的邂逅，我竟亲手将他送到别的男人手中，换回五座城池，我不甘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你要失了身份。楚近臣，属下在。在你手里将碧轩掳走之人，是不是他们？回皇上，动手之人不是太子殿下，但属下怀疑与太子殿下有关。不是吧，这位小兄弟说话是要讲证据的，不然会害死人哟。请皇上明察，奴婢被掳一事却与二位公子无关，若不是二位公子出手相救，只怕碧轩此时早已身负皇权。是他，真的是他，身白衣胜雪，俊朗绝尘的容貌，七年未变。碧轩，碧轩。啊，皇上，虽然奴婢不知掳走我的是什么人，但是有一点，奴婢可以肯定，那就是，眼前的太子殿下，的的确确是奴婢的救命恩人。既然碧轩如此说了，那便罢了。李公公。扶碧轩回怡雨阁好生伺候，还有叫太医院的御医为他会诊，若有任何差池，朕要了他们的脑袋。奴婢识得怡雨阁的路，李公公自有他的职责，皇上的好意奴婢心领了，奴婢告退。皇上。随他的意。碧轩啊，我要如何才能换回你的原谅？他现在应该是幸福的吧。